OK， 来，我们乘胜追击，看一下21题的互换题齁。有一个二位数的十位跟个位数字叫做和14，他们两个加起来14，那个位数字是 x， 所以我原来的这个数啊，它叫做 x， 那这个就叫做14减 x， 可以吗？那这两位数可以表示为多少？哇，第一题爆简单的，你只要把14减 x， 记得它是个十位数，乘以10再加上 x， 啊，过来把它展开。140减10个 x 再加上一个 x， 所以就会等于140扣掉9倍的 x。 好，第一题搞定，这个两位数可以这样表示齁。那再来，我又把它们互换了，所以互换之后新的数它就叫做 x， 它就叫做14减 x， 所以我的新数比原数大说多少，那就要用新数去减掉原数嘛，一样，新减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新数怎么表示，10倍，所以它叫做10个 x 再加上14减 x。 那原数呢，原数其实你可以直接带这个答案，因为你已经化简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化简完了，所以它就叫做140减掉9倍的 x， 所以就等于，好，我们先把数字看看完了齁，14减140，那就是负的126，好，所以这是负126。那 x 的部分呢，叫做10个减1个叫做9个。9x 减负的 9x 叫做9加9，18倍的 x。然后这里就减掉刚刚说的126。所以大多少呢？大 18x 减126。我们在做的都叫做化简而已。好，